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李易峰可以说是在娱乐圈顶流了很多年的艺人，圈粉无数用来形容他的艺人生涯一点都不为过。只是除了他的粉丝外，很多人在调侃小鲜肉明星的时候都会顺带把李易峰加上。但从李易峰这些年的发展可以看出，他一直很努力地撕掉流量的标签。《古剑奇谭》一炮而红后的李易峰，在演技上并非一直稳定的，《麻雀》《活色生香》等作品在口碑上曾被观众质疑他的演技。2018年《动物世界》给了他一个机会，他凭借这部剧斩获了多项大奖，但后来的《我在北京等你》口碑又扑街了。娱乐圈里的鲜肉就像地里疯长的庄稼，一茬接着一茬，今天大红大紫，明天也许就会被挤下神坛。但好在李易峰一直以来都很清醒，这几年他出演的电视剧虽然不多，但是从剧作本身来说，李易峰显然是想要撕掉流量标签，专心走演技道路。2020年的李易峰和金晨合作的《隐秘而伟大》让观众看到李易峰从流量向演技派的蜕变。他在剧中饰演的顾耀东憨直又勇敢，演技也可圈可点。而在最新播出的《皓首就位》里，李易峰饰演的刺头新兵下桌，又是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角色。最近由李易峰主演的军旅剧《皓首就位》开播，他在里面以干练的寸头形象亮相，可谓撩粉无数。而且这部剧里李易峰没有后期配音，而是用的原声。在当下很多电视剧普遍后期配音的情况下，李易峰能够原声出演，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台词功底是过关的。有网友贴出数据，表示李易峰近几年作品收视率很依赖平台，《隐秘而伟大》央8-1.45，先网后台收视不错，但视频网站抢先播放量不行，《我在北京等你》卫视负零38球或0.27球再播，《皓首就位》卫视现在不太看好。事实上，现在的剧一靠剧情，二靠平台，三靠营销，演员能影响的真的不大，有几个能说就靠这个人就能扛剧的。所以《隐秘而伟大》收视好，李易峰有关系，平台有关系，但主要还是剧情。平台虽然有底盘，但央八大概是 0.8， 你得看增量，能拉起来那么多就不仅仅是平台了。皓首就位作为中国首部火箭军题材的电视剧，题材以及平台确实没什么助力，还得看剧情能不能起来。但它意义可不只是娱乐。李易峰称，当初看过剧本后就决定接这部剧，傻子才不拍的一定火。同时这样的剧能找到李易峰，更加说明了行业对他演技的认可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